写出两人距离忽远忽近，心中所产生的挣扎。林俊杰歌曲透露感情的艰辛，而日前在饭店轻生的红衣无姓女子，似乎也透露自己情牵林俊杰。相继到同地点打卡，也时常开心参加演唱会。从脸书照片反映出端倪，舞女就是林俊杰的铁粉。她也在手机写下心情，从第一次见到林俊杰开始，就是默默地站在有距离的地方看着他，不争也不抢。而根据林俊杰粉丝透露，从林俊杰出道，他就一路追星，签唱会、演唱会他都会出现。妹妹也知道他时常会参加 JJ 的活动，常跟着演唱会巡回到处跑。传出无姓女子因为受不了闺蜜黄女的霸凌而轻生，生前的对话记录也时常为了一位林姓男子而爆发口角争执。黄女讯息写着：“你担心的都是林，如果你害怕，就不会在他家自拍。你不是说要保护他吗？”两人还为了这位林姓男子起争执。黄女写着：“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跟林吵架几次？你说没跟林联络，我都知道你们有怎样，你才是里面骗最多的吧？”巧合的是，讯息当中出现的林姓男子和林俊杰同姓。林俊杰经纪公司也回应，对于吴小姐的往生感到遗憾和痛心，基于对她的隐私尊重，我们不会有其他的回应，只能确定无姓女子是林俊杰的铁粉，是否有私交不得而知。不过对话的蛛丝马迹都让人感到太多巧合。记者黄少平、罗一景台北报道。